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厨神 Jenna， 今天就会同大家整一款简单的甜品——双层椰汁红豆糕，是不是好吸引呢？我们即刻开始啦！完成啦，个卖相好吸引啦，等我即刻同大家试味啦。椰汁糕口感好烟韧，而且红豆粒粒分明，椰香味亦好浓郁。唔使鱼胶粉就整到，放假留喺屋企，一于试下整啦。